好，现在我要挑战人生中最难的一件事情，系领带。然后我并不会系。领带真的这个东西真的是太难了，领带这个东西真的是太难了，太难了。哎，然后怎么系来的？你也去系领带太简单，这个 so easy。系领带太简单了，就是这么轻轻易易的就系好了。五彩缤纷的花苞，Oh my god！ 我化成路飞了，怎么办？看我这个画工，一看就是学习多年，立志成为孩子一成的男人。好垮，两顶，三顶，现在有一种要去卖 taco 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墨西哥币，就是墨西哥风情。是几顶了？一二三四五，还有五顶，六顶，七顶。脑子疼。八顶，九顶，十顶。